给大家介绍下签宝设备。 热管自动粘合机、疏控热风负荷机、自动排废机、热泵平衡机，还有这，都是我们研发的设备。连这些设备，您都没见过？但他们生产的产品，你们已经用过。水果托、医药包装、快递箱、冲浪板、工具箱。 保温袋、化妆品包装、电器包装，欢迎关注我们签宝机械抖音直播间，每周三、周五晚7点半与您不见不散。